感恩天主，感恩阿妈。多谢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在家里稍等。尤其是下这么大的雨，大家还这样情意相挺，来家等我们来跟大家说一声谢谢，多谢多谢。我们在场的朋友，我们在电视机前面很多国人同胞，还有我们网络上我们的网友，大家晚安。对于今天2012年总统选举的结果，我们败选，我要在这里向大家致上最深的歉意。我们承认败选，也愿意接受台湾人民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所做的决定。我知道很多的支持者听我这样讲或许会觉得心碎，可是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恭喜马总统，希望他在往后的4年要倾听人民的声音，要用心执政，要公平地照顾每一个人民，千万不要辜负人民的期待。我知道此刻大家的心情，今天我相信有很多人原本期待胜利，但是现实不尽如人意。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我们要坚强，我们一定要坚强，我们一定要比谁都坚强。我们是民进党，我们过去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倒下过，以前不会，我知道这一次也一定不会。我要请大家回想一下，4年前我们曾经是这么的绝望，我们所要挑战的山顶曾经是被认为是遥不可及，但是我们咬着牙，整个党团结在一起，在这4年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这一次我们已经接近山顶，我们还差1里路。我要告诉大家，这样的结果很遗憾，但是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们对小额募款的坚持树立了新的政治典范，我们提出的政策主张在台湾未来的发展中依然扮演关键的力量。最重要的是，我们所团结的力量是一股不可以忽视的力量，这一股力量不能溃散，也不能消失。各位，你们真的不要怀忧丧志，台湾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台湾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台湾不能没有制衡的力量。未来的4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以执政者的角度跟扮演执政者的角色来实践我们的理想，但是这并不代表再也就没有力量。我相信只要大家继续站在我们身后，给我们支持，给我们鞭策，我们一定还有未来。下一次我们一定走完最后一里路，好不好？接下来我要以民主进步党主席的身份感谢大家对民主进步党立委提名人的支持，让民进党的国会席次成长，他们未来会在立法院扮演人民的代言人，会把人民的困难放在心上，努力提升公共政策的品质，让每一个国民都得到最好的照顾。民进党的转型跟改革不会停止，
我们坚持和弱势人民站在一起，我们坚持政策理性，我们坚持以小额募款摆脱对财团的依赖，我们会一直做下去，总有一天我们会赢得多数人民的信任。虽然我们很努力，但是我们要完成最后的理想，这条路比我们想象的更漫长，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面对今天的结果，民进党会认真地做一个检讨，会把它当作一个警惕。败选的责任由我一肩扛起，我刚才已经宣布辞去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下一任的党主席一定会坚持，继续坚持民进党的改革转型，带领大家继续走下去。最后，蔡英文也要以个人的身份感谢大家一路相伴，这四年是很美好的旅程，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在我的心中，你们不只是投票给我的人，你们是我最好的伙伴。今天晚上，我相信大家心里都很难过。如果你心里真的很难过，就让它发泄出来。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泄气；你可以悲伤，但是不要放弃。因为明天起来，我们要像过去的四年一样的勇敢，心里充满了希望。因为我们必须勇敢地扛起这个国家的责任，我们必须乐观地继续为台湾这块土地打拼。无论我们在哪个位置上，这个国家都需要我们继续爱它、呵护它。各位亲爱的台湾人民，有一天我们会再回来，我们不会放弃。在2012年的这一天，支持民进党，支持蔡英文，我相信是一件骄傲的事情。我们抬起头，坚强勇敢地走下去。谢谢大家，我的心会永远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谢谢。蔡英文主席还有所有的中副选干部向大家深深鞠个躬，感谢大家，谢谢大家。亲爱的台湾同胞，所有的好朋友，我们要继续勇敢坚持走下去。民主的路非常的漫长，蔡英文、民进党需要大家继续给我们鼓励，陪伴我们走入下一个阶段的民主。台湾 Next， 我们要继续努力。谢谢大家。我们再一
良，谢谢。民主这条路绝对不是一触可及，如果你今天觉得这是我们值得坚持的价值，请把它当作终身的志业，终身要守护的价值，让我们不停的努力，让身边每一个人对民主自由人权更有概念，这样用这样子的心情来守护我们疼惜的台湾，疼惜的这块土地。拜托所有支持我们的乡亲，所有的好朋友，再一次跟大家鞠躬，感谢大家，希望大家继续疼惜，继续支持这个价值。各位热爱民主、热爱人权、支持进步的力量，让我们擦干眼泪，迎接明天的太阳。我们要继续努力，勇敢的努力。一时的失败不会是永远的失败，明天过后我们一样会在台湾这个土地上为我们的下一代营造一个更好的